001001，来，那真的叫太空警察，好帅，来表啊！我查一下，太空警察，这里可以。很担心，大家都很担心。我很想抓你。那你觉得怎么办呀？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这样大意思吗？我想打我自己，是我头大吗？你也是张嘴吗？随便啦，开心好了。这是红灯区。按摩。差太远了啊！那你现在可以摆这个 pose 吗？啊，可以啊，你可以摆。这里我要拍这个。好，差不多了，我掏脚头。小童的来，这个 dog set， 你这个 dog set， 不是那个妈咪，哦，不要吓死我，不是妈咪 dog set， 是妈咪称号啊，咩 ？OK， 好，先嚟关心路面情况。槟城啊，喺敦铎嘅 Lim Chong U Highway， 而家塞车啦。再嚟就系由 Bayam 到 Bus Industrial Park 去到 Queen's Bay Mall 嘅方向咧，都可能系因为有啊，即系交通意外发生，所以导致依家好塞车啊。OK 啊，濱威大桥啊，而家咧就喺第一公里开始去到 Pride 咧，都一直塞住去啊。喺再嚟 SKB 有交通意外发生喺3.1公里 Uniting 前往 Putra 站嘅方向咧，依家就塞车啊。另外喺 Bulong Indah Highway 啊，讲紧由 Bulong Indah 去到 Damanhurst 嗰种 Indah 咧，就有。好啊！呢個人咧同我哋報料咧，有架羅列壞咗，靠近呢個 Mukiba Bridge 嘅，所以嗰一區咧特別塞車。Manifest 四通八达系由 RHB Insurance 为你荣誉呈现 ，RHB Insurance 提供你所需要嘅保障，让你生活增添色彩。师兄，我哋系戴上假发嘅 Crew Carry Laksa， 我系芬芬。大家好啊，我系 Crew Carry Laksa， 我系金毛屎屎啊，因为今日咧要配合我哋呢位嘉宾嘅头发嘅颜色啦，所以今日我哋两个系咪做出好特别嘅尝试啦吓？咁啊，唯有亦都系为咗欢庆啊呢个 Manifest Carry Laksa， 同埋啊即系。是被这个 Ramen Rater 评选为世界第一的拉面，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精彩的搞作。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搞作，我第一次戴假发，戴这样的颜色的假发，因为配合它，但是它说它的这个造型的颜色，那个粉红色没那么 sharp 的。你听得明白他说什么吗？ No. No?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你这样是对对的，对，你是的，这样就好了哈。我欢迎白安。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安。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可以上到我的 mind.com 去看一下我们的现场直播。是的，紧张吗？好像挺有趣的。哦，有趣啊！这个时候我们请白安向我们的摄像机的镜头，来跟所有在网上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白安，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对，看到你们戴，你不是白安，你的头发的颜色不一样了，你的专辑是粉红色的。对啊，因为就是。其实我现在这个发色是我前阵子刚又把它染成有点亚麻，然后跟紫色，但是它退了。我现在头发颜色不管染什么都会很快退掉，感觉像是坏了。有一点点金金的，嗯、对，是不是染发染上瘾？嗯，没有上瘾，一直不断的换发色。没有，是因为粉红色是我要先把发变成粉色，对，漂白，对，然后再上粉红色，但它退很快，粉红色它洗了4-5次就掉了，嗯，所以我就要一直重新。就会很辛苦嘛，因为我之前也有染过粉红色，然后它就是掉得很快，对对对，然后你又可能说你要在宣传期的时候要保持那个形象的话，你要不断的在上色，我就把所有重要的 MV 拍完后，对，就没有那么一定要坚持粉红色，金色也可以。那很好奇，为什么这次会把那个重点啊，造型重点放在头发那个发色方面呢？嗯，
这个因为其实就是配合我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歌啦、嗯、我第二张专辑里面的歌我觉得有一些些是比较实验性质的，然后、嗯我对粉红色的理解，我没有觉得粉红色是一个很可爱的颜色、哦、我觉得它是可以很跳跃、嗯、很活泼然后很古怪的一个颜色，然后刚好我觉得粉红色就是介于红色跟白色的中间值、嗯、然后很适合我第二张专辑写歌的年龄，就是二十二岁，就是这个有点就是很尴尬的那个尴尬的年纪，所以就把粉红色放在头发。这个是你的 idea 吗？把头发 染成粉红色。我是说我要想把头发挑就是用钱，然后粉红色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哦、所以完全没有挣扎过要染发的那一刻。反正头发这种事情你随时要让它回来都可以、哎、很看得开耶，而且剪了之后还会长出来、啊、但是有些人很执着觉得、哦、不能够把头发弄得不同 不一样的颜色，是剪短头发、嗯、只是会断比较多头发、嗯、对，很伤头发。有没有想过就是粉红色之后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没有想过再染其他实验性的这些颜色，因为老师我头发需要休息一下。嗯，之前我记得我在染粉红色之后、嗯、那个头皮是痛了三个月，好夸张，不断的上色，不断的补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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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嗯，那第二张专辑的白安给人感觉也不一样，真的。第一张麦田捕手的时候啊，感觉就是很清纯嘛，对不对？第二张一看哇，发色也不一样了，比较 wow 的感觉。所以他就说，觉得说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就是你的二十岁之后的那个心情写照，对吧？因为第一张有些是可能我16、17岁写的歌嘛、嗯，然后第二张真的是我发完《麦田捕手》之后，嗯，21岁、22岁写的歌，嗯，所以那个心情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也不是落差很大。就是也没有很大，其实大家会先入为主觉得大概是因为粉红色很嗨对，但是我觉得歌是还是延续着第一张，对，只是又歌路风格当然还是随着成长会有一些些的变化，可能写的东西还有音乐对变得比较不一样，有跳跃性会不会这么说？我觉得更丰富，然后也比较成熟一点。嗯嗯，对啊，你给我感觉也比较热情了，相比第一张专辑来宣传的时候啊，比较知道要讲什么啊，那时候比较迷糊哈。不是，那时候是要先观察，哦，必要自己说错话。OK， 那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哈，一起 party， 我们一个就看着我。没有啊，就看着你的那个粉红色的头发的话，如果不看你的话就不尊重你。你都戴了粉红色假发。大家可以呢去到我们网站 mydotcom 可以看到现场的访问的那个实况是怎么。对，上到 www.my.com.my 去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直播。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0395433366和白RN说一说话呢。接下来是什么？听歌啊！啊！这个假发啊，我想打你，我觉得。啊， Freedom.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 Catherine 出场的时候。Catherine， 为什么你会戴一个金？因为我染过粉红色，所以我染粉红色的时候已经对它完全失去兴趣了。真的，而且那个时候我是因为我的头发很，它的颜色就黑色的时候，它的颜色很顽固。然后我漂白的时候漂了三次，我也是，我漂了三次它才掉色，然后上了那个粉红色之后它很快就会掉，然后那时候我在拍戏跳拍，所以我先拍结局，那粉红色是很鲜艳的，然后越拍越浅，粉红色每次上色感觉都不一样，对，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上，就大概一个月时间里面，我漂了三次，先染了两次。等一下，我多一个透视，然后就进口。那个头皮是几乎要出血的感觉，啊 okay 啊、已经完全不能再染头发。真的。OK， 好，谢谢。OK， 拜。这个是谁啊？你要听吗？喂 ，Hello， 白壮。哎。给我
My Fan My Music， 有的就是白安的。接下来是什么？是一首了朗朗上口的歌曲啊！因为这个星期我们在进行着一项游戏，就是想见成功朋友就要演绎你的歌曲，嗯，然后就可以和你聚会，而且要模仿你的演绎。对，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模仿能力也挺高的。那昨天我们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他唱你歌是这样的哈，你要耐心的听哦。好，请。接下来是什么？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沉默，彼此对望清楚。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沉默。小白老师，你觉得怎样的唱？你觉得他唱的什么样？有像你吗？就有他个人的味道。而且你在看他的发音，听他的发音的时候，他特别是放轻音的这样子的。那个呼吸声，你叫翘舌，翘舌就是翘舌，翘舌。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揣摩很像牛，很像牛，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个摩，摩。虽然说有他的味道，就是草的味道吗？对不起，好冷的笑话。稍微。Okay, 这一次啊，就是李宗盛大哥嘛，担任这个制作人，嗯，其实会有压力嘛，就是跟他合作。会啊，其实在做每一张专辑都会有压力啊，特别第二张嘛，因为第一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对你有，还有一个方向。然后发完第一张过后开始就是喜欢的人对你会有一些他们心中想象的样子，嗯，然后有时候这个也蛮沉重的。所以定印象还是要照顾一下。其实真的好像也没有要特别去，因为我觉得喜欢你的人是，他就是会喜欢你，对，嗯，然后，所以在我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封面的文案就有一句，我就是有说到，如果我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对，嗯，其实李宗盛大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人？很严厉吗？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都是觉得音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很神圣的去做它。OK， 然后很神圣的去尊重音乐，啊哈，对，好悬的这个回答。但是在合作整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大家可能说要求的方向啊，还是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会啊，在制作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因为。我全部的歌都自己写，然后我也是大哥第一个做的女生的创作型的歌手，然后所以大哥在创作这一块他不会干涉我太多啊。OK， 对，但是可能是在制作的时候，配唱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就是教育，对，怎么样的教育呢？就是教导分享他以前的经验，对。然后让我自己去揣摩。听你这么说，他也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其实是蛮严格的啦。但是严格吗？应该也还好。但就是大哥会有一个，他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就会让我觉得要非常神圣的对待音乐，就有那个威严在。对。OK。哇，回答真的是妙啊！然后去好好的咀嚼。对，要让我，他不会给我答案，要我自己去想。然后是，对。就好像你在回答我们问题，你没有直接给我答案，让我去想 ，OK？ 但是就在你想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领略到人生不同的意义。哇，好深奥呢！那待会呢，就要把它领略到我们的一位同事的功力。一位同事呢，模仿你的功力实在是太赞了。他也很爱模仿你，不知道为什么，真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OK， 在网上的朋友呢，就可以看到。Okay. 对，可以上到这个 my.com.my 去看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包括了等一下我们在播广告啊，还有放歌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发生什么事。是的，把人准备好吗？要接招哦。我们同事已经准备好了，待会要在现场模仿你啊。继续守着 my FM 四通八达。模仿你那个人来了。来了。好。哎，你等会讲吧，我就是比较想先打你啊。我看一来到讲话，说明你在忙着在边讲哦。讲你，讲要怎么模仿，本来人当然是这样嘛，对不对？不好意思啊，这个接唱，还是你们要接唱吗？就是啊，唱了来接唱吗？来唱歌。接下来是什么吗？还是什么？我先听，我今天早上好像啊。
真的。我们来唱《若你真的有》。OK 啊，在这结束了。好吗？网上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看到呢。等一下，你再等待会，直接放上去就好了。我们现在镜头是在直播的。是吗？是。我想切别的人了。干嘛？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 ？OK 了 ，OK 了，随便那里。然后我们来接唱吗？接唱，接着唱一句行吗？所以。你唱一句就好吗？再来一段 ，OK， 来。若你真的怎么我？哦，你要录起来呀、啊？忍一下，忍一下。好，我们录起来。三弟，你不要帮我拍 video 没？再唱一次啊！我要拍满一首 video 的我。很多要求哈，你哈。对、欸、啊，难得白来耶。哟。怎样亲 ？OK， 现在可以开始了，导演。导演在那边呢、啊。导演，看我。导演，可以了吗？可以吗？这里我们先做个开场嘛，我们网上的朋友啊 ，OK， 要了解发生什么事。我突然间够大吗？嗯。后面点 ，OK， 可以吗？各位朋友，接下来就是假白安 vs 真白安的时间。指令歌曲是若你真的有想过 Round one 叮若你真的有想过哎呀笑啊你认真一点可以吗你认真一点可以吗 sorry 来过啊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离开我认真一点真的还是因为小姐的感动。哎、欸，你破功了 ！Sorry。OK， 认真的来一下。再喊 three two one 可以吗 ？3, 2, 1, action！ 若你真的有想过，你看我一边可以不要笑你，你闭上眼睛在做吗？你是不是在笑呢？OK， 来，认真的、啊。来。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离开我，让一切脆弱，还是因为要为我感动？果然是假的。我们听原唱者怎么唱？唱者就是，你的 key 比较高了，key 高了点哈，也不错、啊、我们可以听到原唱者唱吗？这一段。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离开我，让一切。差太远了，加油啊！山寨版的山寨版。给我！接下来是什么？什么？Thank you！ 想怎样你们啊？乱一轮，他是来乱的。如果看到这样的疯人呢，会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啊？挺好的，就不理他，对吧？就是看一看。白说我看过的疯子也不少。那最疯狂一面的白是怎么样？会扮什么鬼脸之类这样的吗？哦。你不会想要知道啊？怎么说？我想知道。这么说，我就很有兴趣想要知道。对，就让它成为一个秘密吧。可以公诸于世的秘密吗？那是不能公诸于世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嗯。说出来又不是秘密。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啊，想知道白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嘛？因为就很像歌里面了。虽然我的歌很多，大家好像是会觉得听起来很平静，其实你如果仔细去听的话，里面其实一点都不平静。我觉得他打我到底真的是很神，他没有很直接跟你告诉你说，不是去找他的答案。你在他的答案当中，你可以有一幅画出现。我没有答案呢、欸，我得不到答案。出现，他这一幅画里面呢，你就有你可以找到他你的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找到你没有问的问题的答案，有没有？再去想一想、哦、所以你不是那种很直接讲出你想要说的那个答案的人对吧？通常是因为有些问题没有办法一两句话讲完、啊、哦，
哦，所以就以半句话来交代，就是以一个大方向。我的问题是什么？我我一个大方向就比较难了哈。嗯，所以你要怎样？你出你等一下是要出干那一段吗？刚才我录到的是，这个是这样的。乱水一下是，所以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离开我。再见，还是因为有这的感动。等一下，龙唱好别闹，唱好别呢，所以我太给他了。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离开我。让你解脆弱，还是因为要为我感动？风脖子，别唱的，你不错啊。如你真的有想过，是不是半个你把我放弃的？加油哦！给我，你先把人放下，好不好？哦，这是等一下要播的，视力，视力。啊，哇哦！是的，晚上的7:32，谢谢你收听 MyFM 四通八达，这首歌就是白人的《若你真的有想过》。在网上的朋友们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在我们的 studio 里面，我们就白安，欢迎白安。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安。是的，说到这首歌，刚才我们在直播室呢恶搞了一轮，是我们有人来乱一轮。是的，在网上收看的、收听的朋友肯定看到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对对，而且比较冗长的。对，现在是浓缩版的，让正在收听 MyFM 四通八的朋友听一听刚才的情况如何。我们有 Catherine 啊，就是红梅侠，模仿白恩唱这首歌曲，看他的模仿功力有多高了。真不好意思，有吓着你吗？没有了，没有了。其实你会介意别人模仿你吗？不会啊，嗯，就大家一定会是觉得很有趣才模仿。容易吗？模仿你？我其实真的没有看到有人很像。其实蛮难的，我觉得。白的那个。但其实我们公司有一个男生还蛮会模仿。哦。我觉得很好笑。你有机会把他拍下来，然后。其实有哎、欸，我有放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哦。那我就去找一找看一看，好笑，他唱的那个接下来是什么个安慰，好笑。你觉得他是模仿你最相似的那个？对，目前来说他是第一名。对，但他是男生的声音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很不错，就是神韵香。对，嗯。那谈到这首歌，如果你真的有想过，听说对白人来说呢，这首歌是让你变得更坚强的歌，是吧？对，因为它是一个，嗯，我把自己。火开比较多的一首歌，
对，然后去看自己内心比较深处的地方。这首歌其实是在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在心中会有一个部分是比较脆弱、害怕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去面对自己，帮自己找一些借口或理由，或是帮一个对方找借口。但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敢去面对。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我的心魔，就是又是一幅画。对，你自己要看一下。对，我要再想一想，那个答案那个心魔在哪里呢？最害怕的事情，你加我，我也不知道。或是你一直担忧的事情是什么？担忧啊，我每个阶段担忧的事情都不一样。那现在这个阶段呢？今天还好，今天担忧是明天要起蛮早的。对，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在工作上面吗？还是会在生活上面？生活上啦，工作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担忧的，但是不是主力。或是写歌也会，因为我觉得有担忧才写得了歌。有没有遇到就是没办法写歌的那个情况呢？完全没有灵感写歌，那就不要写啊，OK， 就休息一会儿。对，就先去做别的事情。因为其实写歌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它比较不像一个工作，除非是要赶着专辑交稿还是之类的。会不会这么说呢？还是会有一点点时间上的。就赶 deadline， 但是其他时间其实创作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对，蛮有趣的，会让你更认识你自己。但是要就是破格的去创作也不简单啊，就是把之前的那个框框给抛下。抛掉，然后重新做一个不一样的模式的话，我觉得那个难度挺高的。可是我觉得只要是你自己写歌、唱自己的歌，你怎么抛开，你还是会有原，你的骨干还是会在。因为你写歌，你一定是你的养分，一定是来自于可能你以前听的音乐，你小时候听的东西，然后你有过的成长，然后你看过的事情，它会成为一部分的自己。就算你今天你的音乐风格变成另外一种，可是你的骨头精神还是一样的。那现在会不会有很多的粉丝都和你分享他们的创作，让你听听？会，我之前真的有，譬如说我在发我的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有跟很多喜欢我的歌的朋友说，你们可以告诉写一些，譬如说十首歌你们的感受啊，然后放在我的 Facebook 的那个 page 可以分享，而且不能只写主打歌，要十首歌都写。然后真的很多人都会分享他们听完歌十首歌的一些感觉，然后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互相的交流过程。然后我生日的时候，然后也有一群歌迷，他们还自己写一首歌，然后自己录，然后自己编，然后做成一个影片，然后送给我，我觉得很酷。因为他们还自己写。对，所以那个 moment 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可能以后可以跟歌迷朋友们 cross over？ 会不会？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在我的这张专辑的 MV 里面有发生，换房子的 MV。对，那时候真的有跟他们请他们每个人在家里拍自己的家里的照片，然后我可能会去他们出现在他的家里面，但是用合成的，但是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待会我们就做一些很有趣的事，就跟拍照有关的，是赶快上网去看，然后把人要准备好啊，什么东西啊？mind.com.my， 待会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搞什么东东哦。OK， 好，稍回来继续有白安出现在 My FM 四通八达，好，玩拍照，我们还有拍照吗？是不是？我们可以玩自拍吗？哦，我超不会自拍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对，你会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要玩呢。No。啊，俾我第一个 break 嘅。前两个。我要做门打先啦。俾我第一个 break 嘅前两个 credit 嘅钱。等呢个712，跟住724，跟住最后一个 break， 最后一个 break 咩事？一阵间你会几点放？啊，佢要到咗先知喎。最后，切，你最后啫嘛，嗰个时间一定系准噶嘛。望住我飞哥咧。飞哥唔系啦，你争几分钟冇相关嘅，你除一半啦。你唔睇啊？
知道七四九。七四五再加唔系。诶，阵间先先写啦，系。总之，但系我就冇发出。我怀疑，我相机来了，没有啊。走，真的。主要是跟喜马拉雅回来，演唱吗？庆功演唱会，我没有 care， 大家会唱，一定要 care。你准备好没有？来来来，哇，真傻的 PC 呀！哎呦，高清，紧张。我刚才站那么近，我真不怕死。我跟你说，你是高清的。会吓坏人吗？可以用 Stanley 的。哦。要不化疗。你看到你的 screen 吗？没有啦，江源。没有，你拍了。没有。你这个，你倒转给我看，然后我将它。哦。OK。啊，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哎，这样好像很远的。当然远了。OK 吗？你这样，这样。看到吗？看到吗？几乎。除非你勾上才看到。Pretty woman， 我听到的是。安安，我们来了，安安。Pretty woman， 很远啊。这是在哪里？这是。在这儿。那。我们有三种发色。这个时候。这个电话不够大，好像感觉很小。是。我们可以来张鬼脸吗？我鬼脸很久了，好不好？我们两个鬼脸，反而没鬼脸呢。好，我们来鬼脸。真我。这是我的鬼脸。有什么美的鬼脸啊？请问我把脸都遮起来，来看一下这个鬼脸，这个也是鬼脸，会很暗吗？还好，听众也要看啊，妈妈秀的哦、oh, ，Yeah baby， we won't forget you。Yeah， HD 啊，不要跑这样近啊。我手入镜就好了，可以吗？不行，太远了，你要靠近那个镜头，这里。我不要录镜，可以吧？美嘞！羡慕吧？若你是真的有，没有事的，好吧？若你真的有。不好意思，我改歌词啊。啊，God。
那个 got you 那个我的好同事哦，因为我的那个好像 move 得很慢哦，谢你哦哈。什么 move 得很慢？什么？在讲什么？一个不会动的数字，脸书，一个不会动的数字。没办法，他就不要 share 我们东西，我要靠我自己去 share。可爱的，我是想说实话呢，很可怜哦。你有 share 其他人东西的吗？有时候 certain 人都会 share。你完全没有 share 过我的，有不要讲，不要要骗我。如果我已找到有，没有没有，都是我自己 login 进去用去。真的，真的没有骗你啊。这首歌是白然的《寻找精灵》，是的，也是，向李宗盛大哥致敬的一首歌，是吧？就是向他那首《生命中的精灵》致敬的歌。对，我是在，其实这首歌我是当初特别为大哥《既然青春还留》出现的，因为那时候我知道大哥就是让我去当他的嘉宾的时候，就想说那要不要唱一个跟大哥有一点关联的歌、可是我觉得我又不想要只是翻唱，然后我就去听大哥的一些歌，然后就觉得那就生命中的精灵就让我写了这个寻找精灵，这种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了。这首歌应该是catch 上你的 attention 是最深的一首，不然的话你也不会选这首歌来做。对不对？我很喜欢那个《生命中精灵》的前面的那个吉他那个和弦，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挑这首歌。对，因为像大哥他的作品实在太多，所以你找到这首歌一定是。而且因为他又是大哥第一张专辑啊，里面的歌，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大哥很年轻，然后我想要挑一个大哥年轻的时候的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大概听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的？没有反应啊。你去猜猜那个答案吧。okay. 所以这次在大哥的这个大马站的演唱会上，你会唱这首歌吧？不会啊，不会唱别的。对哦 ，surprise 哈、哦。OK， 其实站在大哥演唱会上的那个舞台啊，那个感觉怎么样？很想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样。就因为我其实，在发第一张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帮五月天开场，然后跟。在大哥的演唱会当嘉宾不太一样，对，那个大哥的嘉宾稍微压力大一点，因为 target 不一样，对，然后大家也对我比较陌生，可能就是五月天的歌迷会比较有人认识我，对。就是可能说大哥的这个粉丝团带来那个年纪就比较长一些啊，地位比较巩固一些。在听小妹妹在唱歌的感觉这样子吧，你觉得？对，然后刚好我的音乐形式又比较不知道他们听不听的习惯了，因为比较新一点点，比较新一点。那已经站过好几场的这个巡回的那个舞台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对，就是去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学习的机会，对，然后舞台的经验吧，我觉得也很好玩，对。那和李建清的合作呢？李建清啊，合作专辑，我第一张他制作了，对，然后。因为我们很熟，然后在我发这张专辑前期也认识，就认识他，
然后合作就是在第二章更找到方式跟默契啊。嗯，对，第一章比较第一章会比较多摩擦，摩擦，然后第二章就是彼此开始熟悉彼此的个性，知道彼此对彼此的想象，当然还是会有摩擦，可是就是会知道要如何进行。可以用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吗？现在摩擦可能是更能擦出火花的一种做法，也不也没有到打啦，只是形容而已啦。但是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也会创作到一个新的一个成品出来，这样子就是会激发让自己更进步。嗯，对，因为他跟大哥都其实就是在音乐上做音乐都比我久了。嗯，对。其实这一次再次见到白安呢，看你很多的转变了，在造型方面，在谈吐方面 ，OK。然后呢，也希望在每一场的那个宣传活动当中，方面呢，也有给很多歌迷朋友惊喜，因为接下来有好几场的签唱会。对，包括这个星期六开始了哈。对，我们在讲11月29号是去马六甲，下午的3点钟在马六甲的 Macota Parade， 晚上呢就从马六甲赶回来了，是的，出席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当这个表演嘉宾。然后11月30号星期天在下午2点30分呢，就会出现在金口广场。然后厉害，从吉隆坡要飞去北上了哈，在 Pride Auto City 晚上8点30分会有另外一场的签唱会。会累吗？我这是要用飞的、啊。可以走路，或是坐车也可以，不一定飞的。我们是飞去形容。OK， 我懂你的意思。啊，挺远的那个路程。对，不一样。3-4个小时的。其实已经习惯了，对不对？跑宣传，南上了北下。这么远啊，3-4个小时。3-4个小时左右。哎，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啦。北上南下。啊，我在南上北下啊。是你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干我什么事？干我什么事？那现在已经习惯了跑宣传那个生活。蛮有趣的、啊、对、嗯、我还蛮喜欢到处看看的。嗯，不同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歌迷朋友。对，然后最常被歌迷朋友问的问题是什么？你干嘛这样瘦啊，这样子。其实呢，我的歌迷朋友，因为我10月份开始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密室换房子 mini life， 那个都是那种100多人的场地，非常小。然后我这个月刚做完4场、嗯、对，然后之后也会继续，希望可以来马来西亚。然后我发现我的歌迷就是都非常的有礼貌，然后好像都很害怕打扰到我，都很想跟你说话的。会，他们会说，他们很害羞，然后，嗯、然后，而且都长得蛮漂亮的，哦、也蛮可爱的。我也是你的歌迷呢。你是很会打扰人的那个，但是白会希望歌迷朋友们主动一些吗？还是热情一些吗？当然还是会希望啊，对，因为有时候是他们真的有点害羞，嗯，但是可能就是物以类聚吧。我有时候也蛮害羞的，就比较文静的感觉。对，然后对，但是他们反而就是写文字都会写超多给我、嗯、可是看到我又会比较害怕跟我说，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他们的心情。对，可能会写信，然后写很长，写论文类似真的有一个歌迷做一本册子，然后是我也有超多字，我搞不好几千字有，然后每一首歌，对，然后很厚，对，都看完了吗？我有看完，因为我觉得别人花时间写，我就会花时间看完嘛，嗯，对啊，就像白安花时间做音乐，我们就好好的把他的音乐都听了，对，好好的听。那期待你接下来的3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嗯、开始了吗？还没有，我最近都在不断的到处走来走去、嗯、收集灵感。这个是其中一部分，是好事来的。当然在节目的尾声呢，要和网上的朋友道别了。好的， Say goodbye， 拜拜，谢谢你们，好酷哦。我也害羞起来了。大家要记得就白和大家的约定了哈、嗯、宣传行程大家紧贴着 MyFM， 然后呢记得准时去到现场。嗯，谢谢白儿，谢谢。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一起听一下，等一下8点钟会有什么好歌。给我，谢谢白儿，谢谢白儿。谢谢。哦，你 over 啊。